现在小组间的胜负已经有了结果，到底哪个组能成为获胜组的第一名呢？现在我们来看一下。好不一样啊！目前排在第二的分别是许佳琪和刘雨昕所在的小组。问一下许佳琪，你觉得这一次谁会赢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请公布。